少你干！我们前期如果拿了蓝 buff 的话，还是可以的啊。全军出击！我先去插个眼儿的。手里干！哎！哎！哎！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啊？哎！手里干！手里干，手里干，可以啊。中路兵，咱俩谁也没吃着。我预判中标，没中。他把药喝了。手里干。剑圣人咋没了呢？剑圣啊，剑圣打的我们家红，我说的嘛，这个兵应该是补不着了啊，掏一下，手里干，还好我是多蓝盾，打我不打掉血。不过这蓝枪的英雄推线是真是无赖，我们这标的命中率需要提升提升了啊！哎呦我去！来，等会啊，兄弟，我这得闪了，他 Q 我死了。可以杀，手里干点岩掏，这剑圣干什么来了？这剑圣，我掏一下，手里干，来艾克到了啊！行，你把我推一下也行，正好我要回家了。回家，我打了，我说停停，呀，差点钱呢，差20块，炮车没了，姐得补刀，必须得好，这英雄补刀要再不好可不行了。我真是个傻子，哎，我在干什么呀？怎么飞过去？哎呀，这键盘有问题呀！这键盘，我没摁呐。送人头啊！这，哎呦，你家这剑圣怎么回事啊？剑圣生气了，
剑圣怎么回事啊？这他能跑出去，我属实没想到啊。来，好，不走一抠，我这没升级呀、啊，兄弟们呢，让我快点升啊！点炎翼，掏一下。谁来了？剑圣来了。挺好，吃波塔皮吧。这多兰剑的劫果然虚区还是有点低，这英雄好像只能长剑出门。你想干嘛？啊！剑圣跟蓝枪吵架了，这俩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吵架。但是好像吵得很猛烈呀。往手里干。干啥呀这？哦，我点炎是吗？我多兰盾能回血，小伙子。好不了一出，掏一下，哎呀，手里干，这边能杀他，别急啊。第一，我们有牙龈出血；第二，我们等一手电刑；第三，等一手队友。哎。漂亮。走吧，回家了。这不闪现 EA， 那队友都来了，我还闪现 EA 他干啥？我来个吸地海，浪费闪现的吗？他们能杀，那派克能杀，能用大招杀，我也就大招杀。正好给我也有钱。W 一 Q 掏一下，致命点炎一下，平嘞。等一下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叫 W。好，破牛一手里干，杀奶妈呀！来，瞪他的来，给大！为啥没钱呢？哎，有钱吗？
我手里干。哎呦！哎呀呀，疼！我操！为啥我死了呀？哎，我佛了！哎，为啥是奶妈杀的我呢？我不能理解。谢谢给无知的人，谢谢今儿的力量。别死啊！我马上到，漂亮！哎呦，我漂亮如仙。W1Q 有没有蓝 buff 给我整点查看啦，这波蓝枪可以杀。赶紧把中塔推了吧，嗯，然后我们去打个蓝 buff。我需要一个男 buff， 我要查克拉。谢谢。姐真的很需要男 buff， 自从我玩了姐以后我才知道一个姐没有男 buff 是多么的难受。剑圣搁没搁里？应该没搁里。我手里干。等我一下，卢仙。哎呀，这卢仙有点厉害。打不了一扣。刷一波蓝枪吧，手里干，手里干，掏，再掏，稳一下，抠一下。超加一技能，这奶妈好像有点问题。我手里干，剑圣来了，快走吧！杀派克，杀派克，杀派克呀！你大爷，这一刀就死了吗？有那么痛吗？我见他砍我一刀，然后我闪现走，100多加真实伤害。你得把红打了呢，反正红打了你也是偷塔，
打打吧，这么地儿吧。这波他应该没大招，这个侠应该没有大。完了，拆了下一把吧，打不了一扣，哼，漂亮。下一把，聚聚。